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，也是中国同欧盟关系的政治基础。欧洲议会通过的上述报告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，严重违反欧盟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公开承诺，性质和影响恶劣。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，欧洲议会应立即停止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，停止挑衅和对抗。我们正告有关方面，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、坚定意志、强大能力。